新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赛事精选栏目，我是王湘云，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是第三届招商地产杯中韩对抗赛的第二轮，由中国棋手陈耀烨九段对韩国棋手朴廷桓九段，下面我们就去实战看一下他们的进程。好，欢迎回到大棋盘，我们继续看棋。陈耀烨的黑棋下了一三，白棋是两个象小目。其实陈耀烨跟朴廷桓两个人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因为他们两个人不光是比赛当中的交手，在这个私底下的网络上面交手也是非常的多。他们两个人都是酷爱网棋，然后这个经常会有这个凌晨一两点钟在网上这个大战，也是很多这个如果在网络上经常观看的棋迷朋友就会知道，他们只要这个一两个人的账号一登录的时候，马上这个可以说观者如堵吧，就是很多人就会涌到那个对局室里面去看，然后他们也是在这个网络上面非常有人气的高手。他们两个人的交手成绩呢，应该也是差不多的，互有胜负，就是彼此都是那种，哎，这盘棋被你赢了，下一盘呢我就追回来这样子，两个人的实力也很接近。陈耀烨一般好像这个布局在他的这个就是下两个象小目的这个布局，对他的好像下的很少，感觉他一般下星小目比较多，可能他觉得就是因为是老对手了嘛，很熟悉的对手了，所以选择一个他认为比较这个针对这个朴廷桓的布局。那这个布局的特点呢，就是黑棋抢控抢的比较多，因为这个角很扎实，这个大家都知道，脱腿定式就是取地的这个选择。然后呢，这边的这个开拆位置，他觉得效率也比较高。这个棋逼住以后，将来有点入这样子的手段，就比如说白棋现在去守一个角的话，黑棋就可以来走掉，这样是可以的，白棋走。这个是一个定式，当然这个定式也很古老，过去日本棋手称霸的那个时代很多见这样子。然后白棋呢，现在要特别说明的呢是这个棋，白棋如果现在去脱角的话，黑棋一定是退的，因为黑棋这个力是绝先，这地方要吃，所以这个角上白棋这个活呢是要有问题的，这个地方是要点杀的，如果你粘的话我就一跳，当然我也可以先把这个走掉，在你搬的时候我就可以走掉，这样子局部白棋是活不了的。这个地方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说人家这样我就去硬，这白差一个这个活角还是差不起，就是有这样子的应对。所以现在白棋如果已经定型成这样子再去拖呢，就是拖不到的。也是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有一种变化呢，就是在这里还没有交换的时候，黑棋一手逼到这儿的时候，逼到这儿的时候，白棋现在就去拖，是有这样子的。这个他的意图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变化，他防止了那个变化，因为如果黑棋还是那样的话，黑棋是后手，黑棋后手以后，白棋将来可以有这个脚步呀，搬一下你吃，在这边呢就会多一些借用，那这个借用呢就好很多，比没有借用要好很多。所以这样一下的意图呢，其实就是他不会在这个地方补棋了，以后就让你来走，往这地方这样的，就是不会在这个地方再补棋了，让你来下这个地方。如果说没有交换的话，就是说明黑白棋呢还是想有时机自己走一手的。那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就是围棋它的奥妙的地方，就是如果说白棋没有交换这一下呢，这个跳就变大，因为跳了之后呢，后续首先是有别的下法碰一类的，其次呢也有这个点了再点的下法，就是保留变化，这个使得这步跳变大，如果脱掉的话，这个跳就不是特别的着急了，
就是这个选择。现在黑棋走这个，白棋是手脚，这个脚呢，大家可以看两个都是小目，那么守哪一个会比较好呢？就是要看，其实这地方是分出来大小的。首先是要看黑棋这个地方，黑棋这个角呢是很坚实的一个头，这个很铁，它首先它不是这个样子，如果这样的话，我最起码有逼的这个可能性。它这样子呢，你这地方再怎么走，对它的角来说都是非常坚固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所以你如果这个逼变小呢，就使得你如果守完了之后的下一手不好走了，你在这边去逼的话呢，对于人家硬头上没有意义。那么如果是这里，大家看，如果有了手的话，这手逼，就会大很多，因为这个脚上黑棋有很多薄的地方，还不是说很坚实。比如说黑棋如果已经是这样，那么这个逼呢，就是相对来说就要稍微得考虑一下了，因为人家这已经很厚了。那现在没有呢，这个一逼过来，这个感觉还是很好的，就将来就有碰，各种手段很多。那么同样也是黑棋如果要拆呢，也是上边会边比较大。因为拆了之后也是兼顾自己这里，而且有形势的感觉。如果是黑棋拆在下面，就给人感觉就是很扁，白棋也不会去打入你这个地方，就给你围就算了。这是这个差别，就是由于黑棋的之前选择的非常的扎实的这个地方，使得下面这条边呢相对来说就打一些折扣，不像上边这个地方宽广的感觉。白棋守这个是对的，这个黑棋要挂角。那么既然走了，就说刚才这边小的话，就是其实双方都不是很想在这边走棋，一定还是要走到那边去。这个正常的下法呢，可能会是跳，就是打一个定式，双方脱退，白棋会虎。这个棋如果长呢，就是会稍微的，就是将来被这个逼住的时候会不太舒服，因为这个棋有点。虎在这儿呢，就坚固了很多，而且白棋这个棋形是铁活，你在这儿怎么走，就是把我逼住，怎么封住我，我这地方只要刺下去先手，它就是一块活棋，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铁，这边也是铁，这两个铁头就撞到一块，然后黑棋脱，两个铁头撞到一块就是互相抵消了的意思。这样呢是一个定式，这是过去的定式，这个背书背的比较好的，就大家就都知道这个棋就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呢，白棋把这个棋飞过来之后呢，黑棋这里是活了，把白棋吃掉一些目数，但是白棋上边的这个配合非常的好，位置都是绝佳。以前之所以有这个定式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地方白棋呢是一个星位，这样子的时候呢，白棋如果说比方说补这个的话，那我这个拐头或者飞过来就很大，可以限制白棋。如果白棋要走这个呢，我这个地方可以点三三，可以把角地捞掉，也就还好。所以以前这个选择呢是因为配置的问题，结果现在这个棋已经人家这方守得非常的好看，这个地方很扎实，你如果被人下成这样，黑棋有一些教条相对来说，所以实战陈瑶也没有选择这个变化。这个定式就是这样子，学会了之后呢需要活学活用，即便是就是像高手呢，他是掌握很多的这个就是变化嘛，肯定就是很多的知识储备他都有，但他是要在不同的场合下选择不同的这个，就拿出来任何一样东西出来用，并不是说一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棋然后就想啊，这个我知道是什么样的定式然后就背，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棋其实是场合不同因地制宜，这个选择也应该是不一样的。这个才我觉得是围棋就是真正妙的地方，举一反三其实是挺难的，这个水平高低也是在这个地方体现，所以他实战没有跳，选择了一个应该说比较灵活，这个棋就直接走这个。这条棋好像一开始看到的时候觉得好像哪儿跟哪儿都不挨着，这棋要说有下一手好像这个好一点，这以后还可以拖，白棋一定是要分段的。
走这个的感觉很少见。但是这个时候走这个，他确实有他的想考虑，就是首先呢，是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地方不是很大，所以白棋即使飞起来呢，黑棋靠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很担心把白棋这个地方啊损掉，因为有的时候被白棋就是，比如这里没有这个头，这里是白子，或者是这里没有的时候，觉得这边损的会很大，因为这个白棋走的这边呢很舒服，但现在这里已经有了铁头，这边给他就是压多少个子也不是特别心痛。这是黑棋的一个考量，所以他走了一个就是看似三不沾的一个地方，但他也有他的好处，他这地方留下一个拆二，而且你来这个就是比如说你要分段我的时候，你走这样的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效率，不是很那个厉害，这是他的考虑。白棋飞，因为黑棋没走，白棋总是想把自己的头稍微抬起来一下，但是你靠呢就继续那么下。实战，黑棋走完之后拖了一下之后靠，这个时候白棋是选择了变化，就是他没有是去退或者是搬，因为还是刚才说这个问题，就是这边呢不是特别大，就不是很想在这里走棋，于是乎他的选择就是把这个角吃住，先把木柱吃住，走的比较的扎实，这上面给你走，我就回去，他就是这样子的考量。黑棋呢也没有马上下黑棋叉，先把自己这个子定型好，这个安定了自己。就你现在如果还在这里走呢，黑对黑棋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受伤，就还好了。这个棋，你这个无非是这样子的，将来再花好多手把我这地方一个一个去走吃掉。其实黑棋是很轻的，白棋也不会去吃它，就放在这儿了。实战呢，白棋也没有走这个，白棋也是刚才我们说的，他在这边呢，因为他没有交换这一下，必然他是准备以后自己花一手棋来补的，所以他现在就补了，也是在就是大的地方不是特别多的时候补强自己。黑棋点一下，其实这个时候呢布局到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多地方很大的，首先是下面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头绪，大家还没有理清楚它，就是到底黑棋是下来呢还是上面走呢，这个还不好讲。另外呢就是上面的拆边也很大，比如拆这个或者是直接走得太近的话是没有必要，大致就会拆在这儿，这样给自己留一个拆二，使得这个是均衡的选点，如果走在这儿呢你自己的选点只有拆一了，还是要坐在这儿，那么白棋可能就会继续走这边了，这个不好说。他实战呢是点了，选择了一种就是想要求战的一个思路。白棋粘，这个粘是一定的，因为你这时候如果爬的话，上面牵一个冲断，这是问题一。第二个是人家将来跳起来的时候，这里也差。首先是冲断，就白棋黑棋这里只要定型的时候会有差，这个白棋不肯，一定要粘。因为你爬在这里，将来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你再走这个棋是一定不成立的，这人家可以冲出来，这里你欠一个冲，所以你先爬了的话，对黑棋这个角来说呢也是有了一些这个坚固的。实战它是粘了，黑棋就长，还是要定型一下。其实它长一下呢也是把他的作战重心就从这个局部呀转移到了这个局部，就是随着棋局的不同不停的在变化而变化的这个思路。现在黑棋呢就是求战，从这个地方来选择战斗，把白棋要分段，这也是一个很常用的手段，就是点了之后再跳，你挡我我就再跳出去，这样子比较大家可以经常看到，就是常用手筋可以说是在这个白棋已经走了好几手的地方呢，还是可以把白棋这个撕开啊，撕裂一个口子，就这个。黑棋白棋现在是先靠了一下，靠的话其实黑棋也不能渡回去，因为你这个棋你老在二路上走其实没什么大意思，白棋把这个地方破了还是要硬的，那如果扳着硬呢被再一扳有点借劲儿，所以他单退了，这个白棋就靠到一下。因为白棋如果以后再走的时候
将来有可能比如说在某种情况下需要靠的时候，黑棋一定就不会退了，肯定是搬的。这地方有点差，如果你走的话有可能我会把你吃掉，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它先靠掉的就是没有变化，已经定型了，再挡走出来。这棋看起来呢是黑棋一块，白棋两块，这两块，但是这个角这个地方呢，因为有这个打结，打结可以联络，是有这个手段，所以白棋相对来说呢，不是特别的危险。当然，而且还有很多眼位的关系，比如说这棋走完之后一冲，就白棋当想联络的时候，你走别的，它一度就连上了。黑棋要分段只有粘，白棋走这个的时候，黑棋还只有立。这样子白棋可以就是总有一边是很好处理的。从局部的这个联络上来说呢，并不是很担心，所以黑棋这几招只不过就是把白棋这里的实地破掉，然后呢求个调子，双方往外逃。现在黑棋走这个，白棋是尖冲。这棋呢，他希望白棋黑棋在这个地方开始拱，他希望你就是不停的来吃我，那我就可以顺调走棋。这个再下一手，比如说你再走一个，我直接一手就把你封进来了。你这个冲是先手，我一飞照，黑棋进去了。黑棋这几手棋完全是帮忙，就冲了段的完全是帮白棋的忙，肯定不能硬，这个地方还是要出头的，粘上，把这个就刚才我们说白棋有这招飞的这个地方呢，它给防上，把头呢变得很硬。这接下来就有可能有各种的手段了，你如果不硬我的话，我就出来，这白棋也要走。其实这个棋我感觉黑棋的这个马上的出来呢并不是特别的有利，因为这个棋这边的头很长，这边呢也很就是好处理。黑棋无非就是因为这里有子，他觉得也许对这边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暂时来看的话也还好，感觉上黑棋这个点入可能就先占大场会比较，就是把战线拉长嘛，这样子不要着急。现在就是马上就进入中盘战斗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其实布局还没有布完，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可以占的大场。实战呢他就是这么选择，可能这个不好说，也许是因为太过于熟悉他们两位对手的各种的套路啊，还有这个棋风啊，所以他这样子选择的。求战贴出来，黑棋出头，白棋也出头，这个头很大，不要被对方给走进去了，这样子你的方向就不好了，需要出来。黑棋靠两下，黑棋这个靠其实是很损的，这个棋把白棋走的很厚，白棋这样粘上很厚，但是呢他就是瞄着他的下一手加，他要反击这个地方，因为你不走的时候其实这地方就可以看作是这样子，白棋是连着的，然后你要攻他呢也就是从这边来攻，可是他不交换这下让你很难受。你比如说现在从这儿攻他拐你一个，你要立，你现在粘上的话不太合适，你还是要立，他在一挤你很难受，你还是要硬， 你走这个也不合适，你还是要粘，他就已经先手把这都连上了，然后再向中间跑再出来什么的。黑棋觉得呢也不是很舒服，当然这样的棋你去爬就更不好了，就帮白棋下，你底下的地没有多多少，所以他干脆就加了，选择不好他就选择了反击。我们看白棋怎么样应对，冲是必然的，黑棋尖出来，那么很显然他不怕你从这里靠，他这里的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做过了，你再走他就差，你这个粘和这个贴出来你只能下到一个，还是要被断掉。所以下到这个尖的时候呢，黑棋的意图肯定是达成了，就是肯定是把白棋这个分割了，但是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目的达到了，问题是便宜不便宜呢？继续看白棋冲，因为你这个比我这里有子以后，我把你这个子冲断，你只有立。黑棋这时候挡也可以，他立呢就是将来有可能立这个有关系，可以白棋先处理自己这边，把这四个子呢先处理好，拆一个
同时也有一些隐隐的威胁这边的意图。黑棋下来，黑棋是先点了一个，把这里再加厚一下，这样就使得这个靠呢是彻底的没戏了。这个一退，这都是虎口了。走完了再下来，这感觉上好像黑棋的收获很大，把这个地方都吃了，然后关键是自己厚了。自己厚了之后呢，就不需要再去像中央这样跳单关这样的逃跑，好像是很不错。但是白棋，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这地方的联络呢是欠着一个结的，这个地方，所以现在白棋就来了，你这个地方并没有完全把它吃进，是一个打结过度。如果这个棋被白棋把这个劫打赢了呢，其实黑棋的这些棋的损啊，我们都能看出来。你这几招把这个地方小损了，这是肯定的。然后你这几个棋其实都很落空，白棋还拆了一手，都没有什么太大价值，所以这个劫也是现在的一个关键点。白棋既然选择了这个，他也不能轻易打输。提劫，白棋找哪个劫呢？白棋靠，这是一个本身劫，你不走被扳死了，你要硬一提。这个时候黑棋的劫才不好找了，这边你找劫肯定不硬，你这一提的话已经都联络了，这个地方你的劫也没有什么特别严厉的棋，现在能找的只有这个角上，在上面这个角上靠。白棋呢就脱先了，把这个棋提掉，等于白棋在这一串呢就是还是全部联络，然后让黑棋这一个地方依然是有一些薄，就是它还是没有完整的一个两个眼出来，就是说明它很厚，但它的头呢还算好，不算是很难受，但是这地方也放着一块说不清的棋。现在黑棋就是把这个地方打穿了，也是有收获。棋架把这个地方定下形，这样子。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些棋形大家要把它想的稍微的就是次序给它改变一下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棋也就是不过如此的样子啊。这个棋是这样，我们如果把它拿掉呢就等于是这样。当然这两手白棋是巨亏，这个棋这个地方巨亏，但是你从效率的分析上呢也就还好，可以接受。它不像是有些棋就直接是被人家直接给冲穿，比如说这样子的时候，假如我们在刚才说在打劫的时候，假如说这是这样子的一个劫被提掉的话，那这个效率是很可怕的，就是你根本就找不回来这个效率。但是它没有这样子的劫材，它只是找一个这样子的劫内，对白棋来说现在感觉还好。当然这个手棋是亏损的，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有的时候把围棋呢这个翻过来看一下呢，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变化就让你有一些的思路的地方，可以多一些这个判断的基础。这个76，黑棋现在呢整体呢放眼全局看呢，这个好像再想有战斗的地方呢是不太容易了。白棋这块处理好了，上面也安定了，也就是这块棋呢好像因为有这个子嘛，这个地方还不算特别的就是安定，所以黑棋呢继续对它进行威胁，拐这个。因为现在立的话这个场合就不合适了，这个被一冲的话这个角上局部是金贵角就要有棋，所以还是要拐，这手棋还是非常大。拐一个，白棋也要处理自己它实战是脱先，先把这个走了，这个超级大。这个问题接下来就是这个地方就产生了靠，这个一切呢就是因为这个白棋这块厚了，同时黑棋这几手棋靠了虎一下被粘上，白棋这儿多两个一下子感觉这个逼起来以后呢这边变得立体了，感觉之前这个黑棋的交换还是损，逼这个然后黑棋来攻击他，现在是真正的要对他进行攻击了。长，先把他的这个虎的地方给他走掉，眼位这个黑棋再冲过来，冲过来就是使得自己这个地方呢产生一些目数，白棋把这个吃了，因为冲过来也基本上是先手，如果不走的话可以接着继续吃，可以冲断。
白棋冲下来是不行，因为这个打拐打是先手，气不够，所以冲这个也可以说是先手。来走这个，他的尖就走得很巧妙，因为你如果是立的话，白棋也是要挡的，那么你这地方欠一个虎，就欠了一个虎段。现在白棋这个子肯定是不重要的，这个棋这边都已经完全活净了，这无所谓，所以这个有虎段呢，对白棋的这个眼位就有帮助。走过来一路，同样是白棋要走这个呢，我这地方已经就连上了，白棋要立，这个地方很大，你不走背一虎，整体这个眼位都没有了，还是要虎住立下来，黑棋封住白棋。这样呢，也是黑棋把自身的联络了，这边和这个大本营联络。刚才这块我们说稍微有一些薄的这个地方呢，通过连两块连在一起，就都加厚了。白棋还要补一个，因为这个地方不走的话，有兜吃。这个，其实这地方就可以说，整体的一个感觉呢，就是目数上面肯定双方也不是特别的。黑棋这地方也收获了一些，白棋呢在下面也有一些收获，这差不多两分。黑棋接下来飞这个，这也是很大，一方面扩张自己，另一方面我们刚才说白棋这块有可能是立体的感觉的，这个地方呢把它头稍微压制一点。白棋的下一手想必大家都想到这个棋王，眼见的一手，这个角就要掏。主要的原因是白棋这块很厚，如果白棋这块棋并不厚，假如说没有这个眼位的话，即便它联络没有这个眼位的话，它这个走进来也是要稍微有一些这个担心的，就是被黑棋如果在外面走子太多的话，这块棋是有危险。但现在这个首先是这几个子很厚，这个形状很厚，另外呢是白棋全局也没有孤棋，这段眼位也很充足，所以还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破这个黑棋的空。加到这个靠，应该说进行到现在肯定是进入到这个中盘阶段了哈，双方也是这个目数上面的一些争夺了。这个地方脚上会怎么样子定型呢？我们继续去实战看一下他们的进程。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看棋。刚才讲到这个碰，看黑棋怎么样硬。如果现在黑棋选择常用的下法，就是走到上面去呢，这个棋的实地有些亏损，比如说这样粘上这个棋，如果是在外面白棋很薄的情况下适用，但是现在的话白棋可以退顶，或者还可以收到目数上顶侯在这儿，黑棋的地就少很多，所以现在呢走到外面不太合适了。小尖，然后守住这里的地，白棋也不会长，因为现在这个外面暂时没有什么价值，还是要走到目数上面，大家对这个目数都比较敏感。走完一拐，黑棋粘上，这招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走，白棋有断翅一下之后，这个地方是跳进去的，所以一定要粘。这个时候呢，白棋呢下的点，这招棋比较的意想不到吧，这个棋在黑棋感觉已经是基本上联络都很好，这个地方我们先看它点是什么意思。这个第一感这个棋，那白棋点了我难道不是冲吗？如果你冲的话，这个棋它以后可以拐，你走一打吃，这样子呢就使得这个棋的白多出来了一个，这个白棋已经把黑棋分断了，然后白棋还可以将来逃出来，这个黑棋基本上很危险，那你这个冲呢就成了反方向，这个不对。如果说你说这个棋，那我这地方你要断我，我是不是粘上，那么白棋就便宜了，同时黑白棋这一走以后也使得这三个子的负担变轻了，就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以后如果说黑棋一旦走这种碰的时候，如果黑棋白棋本来呢是觉得很重，这三个不太好硬，如果长这个或者只好走这个，现在我就可以搬了。比如说黑棋走这样子棋的时候，我是可以脱先的，我因为已经便宜了，我这三个子可以看清，在这边有战斗的时候这个选择就不一样，所以这个点是很细腻的手法，这招下得很好。所以黑棋也不能粘，黑棋要挡，
他希望你如果走这个的话，你补上，我再冲过来，使你这两个棋呢变得很损，点一下亏了。这是黑棋方的意图，白方肯定也想过黑棋会挡，所以他冲断粘。其实这时候的黑棋就不粘，可能有一些稍稍有些随手，这个时候还是要走在这儿。这个棋跟这个棋的一个区别呢，在后来白棋这块棋的眼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同时黑棋走在这儿，明显这个目数大家也可以知道，如果白棋这个是死棋的话也会好。白棋接下来也就是打吃，黑棋粘上，白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它还是要兼顾这个地方。在这个棋之前，它可以先把这个地方走掉，但是无论它怎么下这个棋，现在如果白棋还是加的话，黑棋不会吃，黑棋是立的。这个局部黑棋已经是活棋了，这个差挺多的，跟它实战的目数也会有差别。嗯，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随手，没有太注意。那么它实战是粘上的，我们就来看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一粘，白棋打吃了之后爬，活。其实白棋的这些下法呢，就是他已经呢给自己的后面做好准备了。他现在先一加你，黑棋非常难受这个地方。如果是立，就是通常我们会觉得，这棋立一个你粘上已经是后手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立的话，白棋就顶，黑棋要冲吃。这个时候白棋是可以逃跑的，可以跑。正常情况下呢，黑棋是有这个吃。你只有走，因为你这个争是争不掉它任何棋是不行的，你只有吃这个，他把这个吃了，你再分断它，顶这个，这个棋要这个分断白棋。但是现在大家就可以发现这个棋是什么，对，这样子。现在白棋这个棋顶这个是先手，因为这段可以活，这黑棋已经很难麻烦了，很头疼。接下来可以断，你只有走，因为你走别的也没有意义。走完了，这个尖先手爬完了之后，大家可以发现这棋黑棋死了，这个棋就是刚才这手棋的区别。现在这个棋黑棋是根本吃不掉白棋的，如果是就是我们这样看的话，如果刚才这个棋走在这儿，那么这棋就可以成立，打完冲完一段，白棋只有尖一下是先手，然后白棋就活不了这个地方，我立在这儿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在不一样，现在这棋在这个地方，就我们刚才说的，利用白棋只要利用这个狗这可以小尖做活，接下来这个段是先手，然后一打完之后一走，杀气黑棋肯定是杀不过白棋的啊，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串这个计算，但是也感觉比较简单，这个计算是直线型的计算。超越这个粘有一点随手之后呢，就导致他现在这个棋人家在加他的时候他就不能立了，因为他要吃这个人家可以逃，这个损失太大了，他只有走在这儿，走在这儿白棋在顶黑棋打吃的时候，白棋这个时候就不能跑了，这个我一吃完把你顶断，刚才不一样的是我已经活了，这个是有区别的。所以吃在这儿的时候白棋就不能跑这个了，白棋就得安，就是不能逃，就要把这块棋的眼位要做出来之后瞄着跑了。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即使黑棋把这三个子吃掉，就是把这棋补上的话，这一招加和这一招吃在这个地方的差距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了，而且黑棋至少这个棋也应该吃在这儿，因为这样即使我将来提起来的时候，你这个粘你还要谨慎，因为有可能扑劫，他实战吃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人家一粘就粘回去了，就是当你这里有提我也可以粘回去，而且放心大胆的粘，这没有任何关系。这个目数实在差太多，这两下这个如果大家把它想象成这里有提这个子的时候，这一步加跟黑棋这一步吃，这可以说欠的这个粘至少差出去四五目，这一下差太多了。所以这个从这个点开始，白棋的每一手棋下的都很精妙，下的确实是很棒。
冲，然后该白棋了。白棋现在呢也是他的下手，因为这个棋等于就是黑棋这儿有个子，我们可以把它当做黑棋这儿有个子，那白棋是不是肯定要补了呢？实战之力又是好棋，扩大自己的眼位。如果你说我这个角要补棋你走一个的话，那就不存在刚才你吃这个是先手的问题了，我就可以逃了。这个地方白棋的这个一波接着一波的这个组合拳可以说让黑棋有点苦不堪言，所以立的时候黑棋也出于无奈，你不脱先是肯定不行的，我就简单拐这个角上已经出棋了，要硬，可你无论硬在哪儿这都留一个活棋，怎么办？挤进去，扳住，感觉上好像哦是打劫了吗？黑棋还可以活，一猴，这个棋呢黑棋是活了，因为白棋的气呢紧，这个地方有很多接不归。如果扳呢，黑棋打吃完了之后一收，或者扑了一收，都可以。这个棋。白棋不行，所以白棋这棋以后也就是补一个，黑棋猴一个，这地方黑棋是两目火，也就是这样了。这个白棋把黑棋这个角，刚才我们看到这一个大角瞬间变成了两目棋，只有不减去白棋这一目的话，黑棋只有一目，等于说这一个地方实在是，这个上边这边我刚才讲黑棋的地亏了，这个地方又被白棋获了很大的便宜。应该说白棋在这一带下的都非常的精彩，这个看出来这个朴廷桓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所以他这个都便宜之后呢，这三个就更是不会要了，补上打吃，把自己全部补后。黑棋提，这黑棋必须要补，不然这个跑也确实太大了，比如说你现在去走别的这都没有这个跑大，只有提，你补棋还不好补在这些地方，补在这儿的话这打吃先手已经把你的地给破了，只好提掉。这个时候就刚才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你这个棋本来在这儿它还不一定敢粘，它粘我一扑进去消劫消过来的时候白棋也有负担，这个目数现在这个子在这儿一路之差又差出去，有可能这个好几目不敢粘。现在是该白棋下，应该说白棋的形势肯定是很乐观的，因为白棋在这个局部和这里都下得很不错，从这个靠开始一套组合拳，大家也可以就是通过欣赏这样的棋啊，看出来这个奥妙就是在于任何一个地方的细腻跟不细腻都差非常的多。像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棋手如果是很粗，就是粗枝大叶的话，像这些地方就经常就错过了，这也是很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棋觉得非常妙，自己下的有的时候呢是看不出来。贴搬一下之后点，这个时候黑棋呢其实已经因为形势不是很好嘛，必须得使出一些特别的手段来破坏白棋这里的这个形势吧。这个地方白棋有很多的潜力，白棋把这个地方潜力来破掉。白棋点这个棋也是兼顾了这个目数，如果说正常要是粘的话呢，黑棋就打入在这儿，这样子相当于有爬，眼位会便宜。如果你挡在这儿呢，这就跟其实跟就是没走没啥区别，这地方多了一个断，这个不好，人家也不会再打入到这儿，人家要走肯定往这边走，那将来有断，所以粘上他觉得呢被你走这个了，我还不如走在这儿，如果你走这个的话我这棋走在下面，感觉你这个点一下是损这个地方的这个目数的。实战呢是挡了，挡住之后黑棋也没有从这里打入，他是打的这个，反正白黑棋总是要打入的，瞄着白棋呢，这个棋跳，白棋走的也很简单，其实就是你如果跳这个呢我就补一个，哎，白棋就是这样想的，使你这个点呢稍稍亏一些，略亏，因为你本来搬这个是先手，现在你搬这个呢就吃不到我这个子了。实战黑棋也没有走，黑棋跳，对，黑棋跳，白棋分段黑棋，不给黑棋在这一线的联络，黑棋肯定是要想办法在这个地方处理的，而且这个地方黑棋的处理还不能仅仅是
就是把自己治孤这样简单的处理，还必须是得有比较大的收获才可以。他现在的目的先出头，点白棋。如果你要粘，那可能就靠一下，这个地方呢有一些空间了再出来。白棋呢反击，白棋走的也是没有因为之前获利而下的保守，还是很积极的。如果你贴这个，我就一长，你的形状有点奇怪了，这就有多断点，直接压不好，先去小尖一下。因为白棋这方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如果贴这个呢，这边有断点，然后这里有冲，所以白棋要联络呢，只能啊先并了一下。白棋的联络呢是只有小尖，这样全部连回。当然白棋首先是要保证自己的这个联络没有任何问题，才去看这个棋能不能对黑棋产生有一些威胁。黑棋走完这个之后再拐，走在这儿跟走在这儿刚才的感觉其实差不多的，所以总之呢是要走出来。白棋跳，黑棋这个时候一眼看上去啊，真的是也为黑棋着急，好像又进去了这个棋。白棋外面都封锁的也好像挺急牢靠的，这局部你要做活，好像这走一个这也不好活，人家吃了你，吃这两个人家一小尖也不好活，这个时候还挺为黑棋着急的。我们继续看这局棋呢，注定是一盘这个妙手很多的一盘棋，双方都是你来我往，你有妙手我也有。冲完了之后打吃，粘上。这乍一看觉得黑棋根本就没有棋啊，这个棋你吃我粘上，这哪里有棋，你走我扳住你，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时候的妙手在哪儿呢，就是这个爬，单爬，不去先分段，你先留着，你肯定不能粘，因为你粘的话我一扳你走我再走，或者我单跳我扳走贴都可以，你得去为自己的这个地方补一个，我这块肯定活了，局部就可以活，不能粘。那只有走这个再一段，这下如果被这下如果自己先把气撞掉呢，这个任何的妙位都没有了，这个气现在只有这样单断。你吃好像说也没事啊，下一手又是一吃。其实现在黑棋还有一种下法，就这个时候可以跑，他实在没有跑，现在跑一个感觉上白棋也不是太好下，因为你肯定不能追吃这个，你追吃这个我不是粘上的，我是先断吃你再粘上，这直接就可以说前面损再多也没关系，这里直接结束了。白棋呢我也不能吃这个呀，吃这个我这个一吃你冲下来是可以，但是你这个脚呢就也没有，他这个棋还是可以，他这个棋白棋再搬到这儿应该是这样。白黑棋他是怕这个变化，这等于是立一下是先手，那么这个脚上呢就是一个双活，这样你还不能搬这个，你如果搬这个呢我一走这是先手双活，你还得走这儿，这样完之后你补一个我吃了，确实不便宜，这个黑棋还是他算得很清楚。这个不能跑，这个时候要都吃，这个精彩，这个地方就是要强行的出棋。白棋也不能立，这个被粘死了，这个踢再断上吃再吃。当然这个棋呢总体来说呢是很勉强这个黑棋，因为我们看这样的棋形就是现在该你下，你这个地方还是个劫，等于是一个两手劫，但是毕竟在刚才我们觉得白棋是已经很结实的时候，这个劫出来之后因为要着脚上，白棋还是比较重，即便是两手劫感觉上出了棋这个手筋还是很漂亮的，看的也是这个地方一断完之后一兜吃好棋。白棋现在打吃，因为白棋这个你现在如果来开劫有点太紧了，你家一提下一手一粘住这个马上就要死，没有那么大的劫财，所以要从这边打吃，
打出来之后它也不是粘上的，如果这个形状粘上就比较欠缺了。粘上的你是有可能可以把这边吃，但是你这个局部被我一打，你这个脚也死了，将来我还留有这样子继续回家的可能性，就是你吃我其实也没吃到。不能走这个，要打结，走这个，这样你如果粘我粘上你这都死了，你再吃我也不大。然后你现在如果吃我呢，我就提这个结，因为你总不能被我再提，这个一粘也是要出奇的，所以他是这样选择来打结。等于说现在如果黑棋一打进来呢，就是一个结了，但是白棋不是很怕，因为他不是说我没有办法找，他还是可以提这个的，这里有挡，你得走得打这个结，所以黑棋这个棋不想吃在这儿，他走到这儿，同样是打结呢，加在这儿的打结好一些，是让他走这个白棋提结，这又是一个打结，这个盘棋从一开始的这个打结争夺呢，打现在打到了上面，这里打结提，黑棋着急冲，这肯定是劫，白棋也提，白棋的劫也很爽，可以说是这都是很便宜的劫材，黑棋只能吃到这儿，如果吃在这儿的话呢，这由于有这个扳呢，这个局部一虎脚上就是一个活形了，所以这个不能，只能走到这儿，白棋提劫，黑棋呢挤一个继续提，黑棋提，白棋粘，这个都不能不硬，因为你现在即便是可以走这个，我这棋就算我被我先手下来也受不了，更何况我还有可能走这个完了粘上你也不行，所以这个粘是决心拖，就是劫材提掉。下到这里呢，白棋现在是加的这个，问黑棋的应手，就是如果你还想撑这个劫，你继续走，你肯定不能走这个了，你走这个的话劫越来越多，那你就是虎过，那么我再打一下再提劫，这个劫对黑棋来说呢，首先他的找劫材就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白棋真的要跟你打上来的时候，就是那里是非常大的劫的时候，他可以找损劫，这个损点再过一会儿粘上，这是损劫，但是都是劫材，所以黑棋也担心劫打不过，看到这里呢也就只好粘上了，那么这个劫呢就是黑棋打赢了，最终把这个粘上，白棋一吃，这个是先手，白棋补上，就可以看从这一串黑棋打入开始呢，这个黑棋的打入这个呢是成功的从这边联络，然后并且把白棋之前这个脚上的棋呢给吃掉了，但是同时也付出代价，这边被白棋把这个分断，这个子呢就感觉比较危险了。总体目数上应该黑棋有所得，目数上面黑棋有所得，但是现在这个子要处理这个问题很大，白棋震，黑棋怎么样可以，因为这个子你肯定不能弃，如果弃了的话这个棋的转换应该就不能称之为是转换了，这个棋一定是要活的，活了这个木数还有的拼，实战是打一下，白棋卒度，哎呀下到这个地方真是感觉从上面这里开始这个已经让人眼花缭乱的感觉，有一种不停的在转换，然后是上面这边呢白棋表演了手筋，黑棋呢就在这个地方呢也下出了非常精彩的手段，两个人你来我往，接下来就是要看这边黑棋怎么样做活了，那么我们现在再继续去实战看一下他们的进程。好，欢迎回到大棋盘，我们继续看棋。刚才说到黑棋现在是要活这里，这里看黑棋怎么样处理了，跳，去寻找眼位，因为你现在往外面出呢马上走呢就感觉这边太厚了，被扳断以后这天没有什么路，或者打了粘上都可以，不太行，跳。白棋也没有去挡，如果挡呢是第一个正常的感觉，但是黑棋可以靠出来，这样的话会有一些复杂，他觉得也没有必要，小箭把你封在里面就可以了，好，他先走这个，
他的权利，他把这几下走掉，然后再跳，啪。嗯，正常情况下呢，白棋现在其实顶一个黑棋也看不到活的这个路，但是呢，他觉得可能冲断吃一下，再虎出来，嗯，可能有点复杂。这个粘上是因为是先手，白棋的气也很紧，所以呢，他已经觉得优势的情况下呢，就不要冒这个险，粘上，把自己的棋都粘后。黑棋下箭，白棋挡，黑棋粘上。那这样子呢，黑棋就算是成功的在这地方呢做活了，嗯，活出来一块。那么形势现在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大致的判断一下，嗯，看看目数。嗯，这里黑棋是我们姑且算它一目，跟白棋抵掉一。这里算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这算的比较多了。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十一、三二、三十三目、四十三、四四五、四六、四七目，没有了。黑棋全盘不到五十目，黑棋。白棋的话一，嗯，这是加了走的话是一二三。算不算？四，总有了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四三五三十六，白棋给白棋点的非常非常少，就所有他的目都没有点。这棋呢，白棋是跟黑棋的差距差不多，是盘面十五目棋的样子，但是现在该白棋下。嗯，这个棋应该说，如果黑棋下的好呢，这个棋还是很接近的。该白棋下这个挺关键，他直接走进来，黑棋比较薄，刚才给黑棋的目全部都点上，只有十四目。现在白棋一走呢，黑棋肯定是没有这么多的。然后他是走在这儿，很威胁着你，这个地方要搬出来。这个地方你好像还有一些薄，因为黑白棋自己都连后了以后呢，这外面已经全部都无所谓了，你走什么都没关系，我只要跑出去就可以。这个黑棋稍微有点麻烦，这地方有各种的味道，所以刚才点的是很乐观的目数，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嗯，但是这个棋也并不是说形势就有多差，下好了这个棋还是目数上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刚才我们点的目数实际上是黑棋要好，但是黑棋现在很薄，这个有点看他们怎么样处理。打吃粘上，黑棋是老先打了一个将，这个是读秒延时，他在这地方先打了几个将，也是一下子没有看到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地方硬好的这个手段。粘上这个棋呢，就是本来呢感觉上可能要在这边走棋，但是你这个不管你怎么走，你这的味道马上就要补了，所以他干脆要粘。其实就是说这个段是先手，然后这地方瞄着你的问题，借你的劲儿来行棋。你看白棋现在必须要搬，黑棋穿，借白棋的力来行棋，那就形成了转换。这样，嗯，黑棋挡回来。其实单纯这样的看呢，黑棋其实是便宜的。嗯，你一挡我一段，把你这个子吃下来了，中间虽然说你也成了一些目数，跟我成的扯掉之后呢，你这手棋就不像刚才我们说那么严厉的感觉。刚才这一走真的不知道黑棋该怎么补，这个地方感觉越补越糟糕，现在是已经把这个危机解除了。但是朴廷桓会下这么简单吗？他这个棋这么下其实是有他的目的的。我看他这上其实他这个棋是有一个后招的，你这块其实没有完全活。比如说现在你走这个的话，他就一打吃，你提掉跟这个角上没有任何关系，这棋一点一冲，大家就可以看到，如果你粘的话我再一冲，这块棋就尽死，所以你想活呢只有走这个，那他一打吃就是打结活啊。这个地方还欠着一个问题，也就是下到这个扳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恍然大悟了，原来是这样，这个地方没有完全活呀，原来。
所以白衣赛下的这么，他走了这个之后，才让这个地方简单的去定型了。这地方黑棋欠着，啊，欠着这个扳，这又是一个好棋，黑棋只有团。他其实希望什么呢？这个棋，如果你走这个的话，大吃。这样你要走的话是这样，打提打走，然后这个时候白棋是吃这个，黑棋也没有活这个棋，也是打劫，但他觉得这样子劫呢比他刚才呢稍微好一点，也是劫，但是黑白棋主要是他有简明下法，他并不需要来这个地方走这个，他可以简明搬了一下之后呢，他先打了一下，这个是命令型，就长。白棋的简明是招在哪里呢？这一棋可以冲，这一下就基本上黑棋这几个字没办法联络了。你如果走这个的话，我一长，你粘上我一断，两边都是硬头，你这活不了了。所以一冲等于是黑棋这五个子啊，这十多目棋全部就要被割下来。黑棋先调整一下心情，他也是看一下这个地方到底还能不能有点什么机会。白棋看都很轻，你走。接下来就是如果你走这个呢，我这个顶了一粘就是一个眼，这是活的，没办法，只好粘上自己。哎呀，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白棋这手棋，这地方呢等于是双方差不多的一个交换，目数上没有太多出入，但是直接白白的这个地方1234567818，这个地方的目数一下子差了这么多，可以说刚才本来我们判断黑棋大约有15目棋的目上的优势呢，这一手一下黑棋就没有了。看得非常的清楚，小尖中间，因为你这个棋如果现在去吃这个的话就更不好了，他要卖一下这个，目的是为了打吃，把这个提了，白棋也就都联络了。进入到现在呢就开始一些不是很大的关子了，基本上特别大的关就没有了。2白15吃这个，这时候黑白棋又下出了好棋，收官的巧手，这个棋一靠。为什么说它是收官巧手呢？就是如果是在普通情况下的话，你单纯的去走的话，将来黑棋可以把这个棋贴了逆收掉这个目数。现在它这个一靠呢，因为命令型你要粘，那我以后这个顶一下是基本上先手，你得硬先手把你这方目破掉了，三目没有了，你以后本来可以逆收这个地方有三目，现在被我走掉你一目都没有。同样的你走这个，我现在一打吃，你一粘的话你这三目一样是没有，所以说先手把这三目破掉，很细腻的小地方下的也是很好的，非常的这个虽然说有一些优势，也是下的毫不手软。走这个，然后把黑棋打吃，黑棋盯一下之后粘上，黑棋是这个没走，黑棋135，粘这个，这个也很大，白棋粘一下，这个相当于这两个可以说是互相见合的，这将来黑棋这个地方要补。36挡一下，瞄着这个打劫，基本上这个挡就是绝先，他实战是把这下走掉了，粘上一个跟立一个交换，粘一个和立一个交换，然后立42140跳走，这个棋盘就越来越小了，可以变化的地方也越来越少。黑棋走完这个交换之后有这个吃白棋，这都是白棋的权利，然后白棋收，它是下的，它是收的啊，粘了，这个都是先手，不要
要给对方逆收的机会，把这个吃了，一起走这个，这两个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目数。走完了这个之后，收了这个，这个也很大，大约有四目。黑棋煎一下，白棋吃。学下到这个地方呢，大家已经基本上这个胜负的结果也就出来了。这个棋，黑棋，我们可以在最后再点一遍目数，看一下他们最后的差距是个什么样的。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十三，这个没有四十三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十一，这么多，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十二，白棋的目数，黑棋一二，这个也是提的，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五十五五六五七目，这有一点弱的，就是盘面这个棋黑棋都不够。对，白棋把这边吃了实在是太大了，也就是到现在。他后面又进行了一些，但是最终呢是268手，这个陈耀烨就投子认负了。这盘棋呢，我们可以再总体再回顾一下子，这个应该说总体是非常精彩的一局，双方都有很多的妙手出现，尤其是这个地方立完了之后，这个时机掌握的恰到好处，搞得黑棋很痛苦，只好去下单关，然后目数都被白棋破掉，包括这个地方的点入计算的很精准，双方的来回，当然黑棋这个地方稍微差一点，就是它没有侯在这儿，如果侯在这儿呢，跟我们后来也可以看到，白棋在顶这个的时候，黑棋就不需要去飞这一手了，这局部白棋是一个死棋，就是跟外面呢是有一些关联的，就是这个侯这个地方差的，这个地方就这一手棋，大家可以看出来高手就是这样，就一手棋没有走对，对手马上就让你没有再有接下来有机会了。这走完之后，白黑棋在这边呢是竭尽所能，走的也是很精彩，出棋了，走出来一个打劫，把这个角上给吃掉了，收获还是很大的。但是白棋呢也是转入这边以后啊，下的也是很精彩，很简单给你走，看上去你都活了，可是最后呢还留了一个后招在这个地方一扳，之后一冲呢，这个棋把这块吃了，这个五个子吃了之后，这棋应该说就大致结束了。这个棋总体来看，因为棋下的很精彩嘛，我们有的时候欣赏到精彩的棋的话，应该来说心情都是很好的。总体的话，他们两个人的胜负其实本来就是差不多的，棋风上也比较接近，都是那种让对方会很难去，就是因为他们的实地都抓得很牢，一般都让人很难去应对吧。这盘棋他们两个人就发挥的，大家看的整体就是很精彩就可以了。那么这盘棋其实是这个擂台这个对抗赛当中的最后一盘结束的，也就是陈耀烨输了之后呢，中国是3-2，第二轮是负于了韩国，总体呢是双方是打成了5-5平，但是中国是主将负，然后是不敌韩国，又是前两届都是中国队获胜，这一届呢是韩国队获胜了。今天的讲解呢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讲解，或者是对我的讲解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去新浪我的微博上给我艾特王湘云的奇妙世界给我留言，我也非常希望可以和您一起探讨。那么今天这盘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